你以为这是全智贤近日出席了时尚活动吗？错，这是他在 SBS 水墨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中扮演的蠢萌神经质国民女星千颂伊。她是众人心目中的国民女神，但也常因无知愚蠢闹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，被网民吐槽大脑打了除皱针，是一个嚣张跋扈、有颜无脑、高傲自满的女明星。有时她又很神经质，让女神秒变女神经，不断出丑，狠狠自黑。前一秒还带着精致妆容，摆着傲娇高贵的明星 pose， 下一秒就穿着睡衣，五音不全的吼歌，令人笑喷。看看，嗨，真吓人呢。霸气女王、二货、吃货、无辜小白兔等各种角色在她身上自由切换，气场全开， hold 住所有表情。不过在女神模式下，万人迷的本色还是可以倾倒众人，浑身上下穿着配饰全是土豪装备，气场十足，轮番上演时装秀，搭配简单精致，时而清纯，时而性感，剧迷们追剧学时尚穿搭两不误，甚至还出现了有一种美妆叫千颂伊唇彩。但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她也有脆弱的时候。千颂伊因为被误会害死了明星韩有拉而遭到全民攻击，国民美女瞬间变成了国民美女，巨大落差令她十分落魄，但却要假装自信镇定。剧中的千颂伊正在经历一场纠结的爱情，起初嚣张霸气、经常犯二的表情逐渐被令人心疼的表现所代替，虐心不已。而现实中，同样是女性的她与名门后代的金融才俊低调恋爱结婚，对于老公家人相当体贴，常常陪伴婆婆打高尔夫球，外婆过生日时还亲手制作芭比娃娃蛋糕祝寿。看来生活中的她并不像总是出演的野男女友形象，而是一